但是手爪可以不太能掌握的范围都可以，我觉得很漂亮，我想换牌子。你香蕉蟹我抓了，你抓错地方了啦。然后就是会有点不舒服，然后我就说他手好粗，然后他说对，我很粗。我是不喜欢这样的人，可是因为印象中为什么对他就这就是爱情。